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62集。我好像上一期的时候，我把它讲成1651集，因为突然有网友留言说，我只是3天没有看胡夫汽车的节目，为什么一下子它更新了90集呢？这种留言，我真的是很喜欢看哦，呵呵，非常有趣啊，哦！我在想说，什么意思啊？你是要我3天之内补个90集上去嘛？那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这一款英雄诞生套装，这个我预定了很久，那么我拿到的时间稍微慢一点，然后又拖了几天才更新，而打开来之后的话呢，这是少数呢，我开盒之后又默默地把它收进去，摆到一旁，过了好几天再把它拿出来开箱啊。通常玩具的话呢，我是开了盒就会尽快的。用我短暂的记忆时间，对，我脑容量有限，我就赶快把它摸熟，赶快上影片。但这一组非常的例外。那首先的话呢，从盒子里拿到的时候呢，它里头会有一个摇晃的声音啊。那我已经发过一个动态，它里头的玩具的话呢，因为它的 Orion Pax 它是用了这个 cup 的这个模具，SS 的这个 cup。它的这个手脚的话呢是可以拆开的，然后这款 Orion Pax 的手脚是直接就断在里头。当然，它不是说真的折的，而是它是可以拆掉的。可是它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轴呢，可能太细了，就没有办法完全固定住，所以它手脚在里头就是盒子里头就是乱乱飘乱撞。后来好像这是一个通病，几乎大家都会遇得到。那打开之后的话呢，就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呢。对于这个玩具的做工呢，我们心里也有数了啊，果不其然，它的一些组合的位点确实是比较偏松的，然后所以就玩了一下之后，觉得说，哎，这个做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要不要干脆就不要拍了啊，就是嘴巴嘴个两句就把它 pass 过去了。后来呢，我还是把它留在身边了，那我们就来。做这款玩具算是破了我一个很少有的记录，就是玩具买来之后放很久不稀奇，但是我打开了之后呢，玩了一会儿之后呢，觉得不太想拍，又把它放回盒的。那这个英雄诞生套装的封面其实很漂亮，当时我也是被这个非常感动的画面，决定说去预购的。那这个 Orion Pax 的一个伤口啊是在这儿，看起来很重伤，快要挂掉的样子。那有人戏称这个封面啊，这个是方丈要帮这个史蒂芬周吸这个蛇毒的那个感觉啊，从什么地方吸就不知道了啊。那盒会没有问题，很漂亮。这个太师傅也是做画的，也是很 OK。那玩具的内容物就是这个是用瘟疫改模的，太师傅用瘟疫改模呢，在铁工厂的玩具就这么做过，所以我不是很意外。但是我当时我只看人物的封面图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说，居然是用那个杯子 Sergeant Cup 下去做改模，所以我有点小意外。原来它里头使用的是2款的旧模具。那不知不觉呢，刚刚在盒子的部分的话呢，我们聊了3分半。那毕竟我很少有这个玩具拿到手，然后打开，觉得不太想拍，又回合，然后又拿出来的很少，那就做个记录吧。毕竟。节目来讲的话，还是以记录我自己的玩变形金刚的这个周记啊、日记啊，或者是一个动态的记录啊，现在已经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个附带了一个魔力神球，在 G1 动画里头是有出现，之后在陆续的几款变形金刚的作品当中呢，也有多少提到魔力神球的概念。然后这个钥匙的部分的话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这个插得太深还怎么样。其实我现在拔不太出来啊，我记得，反正各位知道一些就行了。目前我是属于没有办法把它取出的一个状态，那它没有其他机关了啊，然后没有声光效果啊，各位知道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感觉像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舞厅啊，什么上面的这个霓虹灯的样子，但是这个取不出来，真的是有一点不太想再用剪刀去把它给抠出来了啊，这个，哎。算了，这个目前就是
都太进去之后拿不出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款太师傅它是有这么样一个形态，把头给露出来的这个状态。那这个的话是因为说明书有这个形态了，所以我就把它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先对比一下它跟瘟疫啊，那这两个形态的差别在哪里？其实差别就是在后面的这一块，后面的这一块部件。那太师傅的目前的这个形态的话呢，就是把它是跟两侧这两个地方做一个结合。那我把它变回它原本应该有的一个形态好了。那变回去的话，其实有一点小麻烦，因为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的话呢，都给它解开来，整个是要，整个要再次的把它解体解开来，这样两侧都把它给翻开来。它尺寸的话呢是比较大，然后的话呢，这两个地方把它跟这个部分松开之后，就是把它整个往后面继续压下去，然后把它跟这里两个部件做一个组合，这个地方还扣回去，这样就行了。然后面罩的话呢，再次的把它盖回，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方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罩回去。那这里罩回去的时候，就是要记得啊，这个衣领的部分啊，衣领这样子变是不对的，我们要把它给，对，要塞到内侧去。你看这样是对，这样是不对的，它的一个衣领的一个厚度比较厚一些。好，然后后方这个地方再做一个结合，这个头的话要转正。好了，然后武器的话呢，按照说明书的说法是放在侧边，那我们就稍微的来对比一下，你看。这个衣领的部分，对不对？你在变瘟疫的时候是没有刚刚那个问题的，但太师傅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变起来密合度有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领口你没有收进去。那从载具的形态来看，从上方来看，最大的差别还是在这个剑桥嘛，这个地方造型有一些不同了啊。那密合度其实两者差不多，以做工来说，这款太师傅的差别不大。那这个软胶的特效件是瘟疫才有，那各位的话就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先前的话呢，太师傅到底有没有这个载具的形态？其实我据一动画，我很确定应该是没有变形吧，对不对？然后很久以前有个第三方推出了可以变形成类似于是宇宙航母的造型，很多年以前啊，我做过那个玩具。那之后的话呢？印象中就是铁工厂啊，也做过，也是用瘟疫下去做改模的。那各位，如因为太师傅的玩具确实比较少啊。那泰坦回归的时候是变成狮子啊。对了，还有它有三变嘛，一个狮子，一个也是宇宙飞船的样子，所以应该宇宙飞船是它大家都蛮能接受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那么 Olympus 跟 Cup。两个的差别呢，是在这个人物的胸口、胸腹的部分，那等于就是车头的部分了。那后面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一样。而以分色来说的话，好像这一次的 Olympus 的话，它后面的这个门看起来似乎刻画比较明显，其实模具是一样啊，但是以颜色来说，好像奥利安还稍微的，比较能够把这个门给凸显出来。那轮胎的部分的话呢，没有多做其他的改模。那其他的话就是奥德堡的标志，这个 Cup 是有的。Olympus 那个时候它应该是还没有，不知道是还没有所，应该是有，是还没有博派，还是说它没有加入博派啊？我就不太清楚那个时间轴了。那滚动性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啊，确实是还是相当 OK 的。那说它的做工不好，其实，在载具形态下是感觉不出来的，必须变成人之后啊，你才会在手轴的。啊，不对，这个上臂的松垮的话呢，会让你觉得比较火大一点。那我们呢，来示范这款太师傅的模具的变形过程。武器先给取下来。那变形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呢，先把这个两侧这个底盘这个部分给打开，然后把这个飞机的头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个领子的话呢，必须要把它给躲开它。然后两侧的部件的话呢，都可以挑开来，两侧拉开，从中间这个地方往两侧啊，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拉开来啊。
拉开来之后的话，我们把这个胸口啊，不是应该说背后这个部分给这个，然后再往上折，整个的话给塞到前方这个空隙里头。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整个这个头啊，整个移上去。那它有一个锁扣在这两个紫色部件的下方，就是在这里啊，打开。打开之后呢，往上面折叠，这里有个双动关节，折下来。然后的话呢，把这个头的话呢，给往前面，不对啊，这样子过来，到这里，折这样子上去啊，把这个头啊顺势的呢从这个地方给扣下去。那么后方这个部件的话呢，往后面放下来，啊不对，先到这里，啊我们把这块部件折下来，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话呢，这里有两个，这里凸跟到了一个结合，我们可以先把它给扣上去啊，扣上去。再来的话呢，这个双动关节把这个部分给折上来。那这里这个背包这个部分的话呢，自己再做个简单的小整理就可以了啊，这样子。那为了方便变形的话呢，它这个地方有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把它先往上来打一点，方便我们把手给收上来。手的话呢，这里解开，推上来之后扣上就行了。这个扣上去的这个感觉啊，比起瘟疫的那个基础模具的话呢，感觉是稍微比较松一点，但是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那这个部件翻起来感觉就松很多了。然后脚后跟记得也要翻出来啊，脚后跟比较容易去忘掉。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再利用这个地方这个关节，我们把它的翅膀给再反折回来，然后就算是完成了我们这一款太师傅它的一个变形过程。那后面这个部分的话，就往下面放下来，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它的造型附带了一把这个枪，枪的话我先不拿在手上，我先把它跟这个瘟疫，你可以看到啊，瘟疫的手的话呢，两手造型是不一样，这个是握拳的，但太师傅两手是一样啊。那么胸口的话呢，造型也略有不同。当然，它是因为连接整个这个高的领子下来，所以是不一样。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胸口的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像什么呢？像《圣斗士星矢》里头处女座沙加的这个圣衣。顺便嘴一下，都没有人发现，在冥王篇开始的时候，处女宫出现的沙加的黄金圣衣，它这个 V 型的领口，V 型的这个缺口。突然不见了吗？变成平口的吗？都没有人去吐槽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啊。好，那它的一个关节的紧实度来说，很明显可以感觉到，比起瘟疫的话是稍微略松一点。那做工的话呢，我们就这个忘了把它给推下去了。做工我们就知道一下，有偏松一点就可以了。那我们来单独看一下这款模具，头雕算好看了，这个眼镜嘛。然后眼镜的跟眼睛的分隔的一个感觉算做得挺好，但是这个白色的漆啊，美版玩具我是也不想要求太多，感觉涂的不是很优质，包括身上这个白漆啊，还是有一些溢漆的状况。啊，但我也还是一句话，我不是很强求这个。手臂360度的转动平举没有问题，腰身可以转动，脚前后踢，重要的关节像这个抬腿、膝盖。啊，还是比较紧实的，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外摆内收就稍微有点松一点点。那这个拳头，它的拳头能不能转？我忘记了，拳头能不能转？好像是，感觉好像是可以转啊，可以转的。那总而言之，重要的关节的话呢，紧实度还可以。那背后的造型，各位可以看一下，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简单的小调整吧啊。那附带的武器就可以让它拿上了。看师傅需要拿武器吗？啊，不是很清楚啊。Anyway，然后魔力神球，好，可以跟它摆放在一起。我想，毕竟太师傅的模具比较少，那可能这也是这个组合吧。其实也不能讲太师傅的模具比较少，奥利安派克斯的模具也不多了啊。只是说，做工上面有点退步，所以这个组合包目前抛售的状况是比较。在网上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一起示范这款 Orion Pax 的一个变形过程。那第一个步骤的话呢，我的习惯呢，
然后为了给大家看清楚，我先把这个地方给中间后面这个车尾给解开，然后呢它的拳头呢跟这个车尾的这个板子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凸根到那个结合的，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是有扣进去的啊，但这个时候可能手就会飞出来，你看啊，这个脚手啊是非常松的。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板子的话呢给往上翻上来，它这个地方有个结合的一个位点，把它给扣上。另外一侧的话呢一样。那这个手啊会掉呢，其实在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由于拳头已经握紧了这个地方，所以它在变成车的时候呢理论上是不会掉出去的啊，基本上不会啊。那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前轮的这个挡泥板的地方呢往外翻一点，那你就会看到里头有一个紫色的一个这个卡进去的一个凸，这边也是一样，把它给翻出来之后，这样错位错开来，这一片部件呢才能够解开来。解开来之后的话呢，利用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往后面压下来，然后呢侧边这里有个组合卡扣，把它给扣上。这一款基础模具是 SS 的这个 SS86 Cup 的模具。这个模具的好玩优秀的话呢是不在话下的啊，斜肩翻出来。那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给打开，打开之后它红色的这个凸呢本来是扣在偏上吧，我们现在把它脚这样给打正之后再往回扣上去就可以了，记不住也没关系，它只是要让它的脚变成是一个内八啊或者是外八。那再来怎么做呢，把这个身体的话呢往前面推过来到这边，那顶盖这个部分两侧给打开，顶盖的部分的话呢掀开来， Orion Pax 的脸在里头，这个脸要不要转180度啊，好像转或不转好像都可以变形完成，整个给翻出来。再来的话呢先把这个翻下来，它会变成背包，我们把这个轮胎给收进去体内啊，把轮胎收进体内啊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这个收进去，然后呢把这个手的话呢转到上方去，转到上方去啊，顺势的转上去就可以了。好，那么到这边，那么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扣下来，那转上去，推上去。好，然后这个最后就是背包，背包很简单啊，这个你就折叠就可以了，然后呢两侧两个凸扣着两个洞，把它给扣上去。那这两个卡扣的话呢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卡上去的一个紧实的感觉呢是比杯子的那个模具的话呢要松得多啊，虽然人家年纪比你大但是比你紧啊，这没什么好伤心的，代表对方没什么人用啊。好，武器也给配上，这个最主要还是这个地方啊比较容易去松脱去掉落。那么这一款这个英雄诞生组合包里头的 Orion Pax 它的变形过程呢就算是 OK 了啊。那四肢比例其实很漂亮，这个模具本身是好玩好看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头雕的话也是挺好看啊，这个啊对了，这里没扣到位啊，它这个地方有两个凸啊要卡进这个背包里头。 OK 哎，这样子，那这样才算卡上去。那它的眼神呢，这个水蓝色也是很漂亮，面雕的话我觉得是很优秀，这个弧形啊这个紫色配色来说其实还蛮舒服。这个红色的话呢看上去或许你会说它有点山寨，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塑胶感的啊。你会说你有病吗，你土木汽车你有病吗，你喜欢塑胶感，就玩具就是这样嘛，对吧，这个有塑胶感的话反而在摸它把玩它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不会那么小心翼翼啊，这个毕竟它的本质还是玩具。然后跟 Cup 这个说实在话你它就是一个机器人的样子吧，就是有人形的一个姿态的一个机器人，那哪一个好看我觉得都不赖啊。当然你只看头的话还是这个年轻小伙子是比较好看一点啊，那这个老人脸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背包的部分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后面的展示效果它的这个红色的话呢整个是一片，这还有一点点分色，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物其实没有什么好特别比较，因为他们你不可能说不太可能说应该是说你会想要去买这个的话通常是针对这个角色去买，不太可能是冲这个模具去买吧，你可能是想要买一个 Orion Pax， 而且它
这一次的这个组合包啊，这个英雄诞生的这个组合包的话呢，我的感觉吧还是有一点意思，毕竟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合绘啊、插图啊，当时是有打动到我的。那么作为一个变形金刚的喜好者的话，对于这段情节应该是变形金刚的剧情的拓展宇宙里头，就是 Optimus Prime 从就是一开始出现，然后慢慢揭露他的一些过去啊。那么太师傅的出现，然后讲 Orion Pax 从死亡的边缘啊，他没有说这个伤恐怕是致命的啊，只顾得把它医好就行了，还把它升级了，然后变成了之后大家熟悉的伟大的 Autobot 的领袖 Optimus Prime。 所以这个组合包我觉得纪念意义还是比较大啊。那不是在帮官方打什么广告了，我跟他们也没合作了，就是我确实是蛮喜欢这个组合包的一个出发点，只可惜这个 Orion Pax 的做工稍稍差了点，但是其实问题不大啊，主要你说这个手啊什么的，这个容易去掉落，其实没什么，你就得涂一圈的这个快干，涂一层的胶水，甚至你懒的话，你裹一层透明胶带上去啊，然后再扣上去，这个关节就紧了啊，这个并不像人的关系一样那么难修补啊。好，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